卖房前的美容。这个 case 呢是在汤山，今天过来呢打一些防水胶。这个房呢可能是要卖掉，然后这些防水胶呢太老了，太旧了，然后太脏了，然后都老化了，这些，然后包括这里头又黑发霉又黄，然后里面再有里面这个。太脏了，都得要除掉。然后楼上还有一个浴缸，也要打防水胶。好，先处理这个啊。现在这个厨房呢，就都打理好了，胶呢都打了，然后这个盆子呢也都刮干净，也都打了胶了。然后这边呢也是都打好了。然后再有就是台面下面也干净了，对吧？很干净啊，然后现在去二楼打浴缸 ，OK。这个呢是楼上，现在呢很脏了，已经是都是霉呀、黑呀什么之类的。现在开始清洁，清洁之后打胶。好，现在这个浴缸呢就都打好了。好，今天的工作结束。这边呢也打了些透明的胶，之前没有。